邊個要講啊？物業勢頭放緩，因為點解咧？有錢都走曬，因為點解？金融業冧唪唥咧，離開倫敦走去歐洲啦，啲總部搬曬走，去曬咧巴黎同埋柏林。咁有錢都冧唪唥走曬，啲豪宅邊個住啊？所以佢個租金咪跌咯，供求啫嘛。啊，我啊實住唔起噶啦，你都可能住唔起，係嘛？因為嗰啲都係公司租嗰啲嘛，月租咧幾廿萬。港紙一個月嗰啲咁樣，佢一搬走咗邊個住啊？係嘛？跟住冇人入喎。另外一方面嚟講咧，你睇到嘅掘頭路啦嘛。你如果唔冧住歐洲，作為一個實體嘅一個大圈嘅，我去倫敦做咩？除咗去英國之外，就去倫敦咯。我如果我唔去英國，我就唔去倫敦嘅咯喎。你明白嗎？做生意啊嘛，依家講。即係等於依家講，點解元朗屯門近啲成十年個石樓咁靚啊？啊？咁當然有內在原因啦，譬如有西鐵道啦，係咪啊？但問題另外最重要原因，你去到天水圍，你去屯門，你可以噗一聲過深圳啊嘛！哇！跟住整個中華大地就喺你眼前啦！你以前去到嗰度又要走翻轉頭喎，要過關啊！得最近去到落馬洲。依家一條條過去咯，個橋嘅對面啦，依家幾十萬一方啊，大佬，呢個前台一過嚟咧，係咪啊？幾千蚊尺喎，即係幾萬一方喎，哇，真係十倍喎！你睇邊度啊？就係咁。而且一樣嘢啊，嗰日我想講珠澳大橋，原來有另外一條橋咧，叫伶仃洋大橋，已經咧係畫咗上去啦。應該立咗行㗎啦，就會咧有條咧個 Y 啊，雙 Y 啊，知唔知啊？一邊咧就係、中山、珠海，一邊咧就係、深圳、香港。而香港嗰個落地點咧，條橋係咩啊？就係屯門南港。所以嗱，呢個大勢啊，大家如果有錢嘅話，諗下咦，如果真係要我啲錢咧多，唔知點算咧，喺邊度買物業咧？咁樣其中考慮真係屯門南港。將來哇，你明白？機場嗰度有條橋過咗嚟，港珠澳大橋應該係經過赤鱲角啊嗰度咧，然之後咧去到呢一家呢度中間嗰度嚇即係未到呢個迪士尼之前咧，有條隧道過啦，依家起到啦，已經睇到係成曬型嘅啦，已經一個就屯門啦，咁啊屯門去機場，到時又變咗廿分鐘，咁地利咯，係咪啊？跟住將來哇，去大陸去呢個中山咧，成五六千八達嘅。係嘛？所以你睇到啊，咁你依家呢個倫敦去倫敦點啊？第一，小個都唔睬你啦。所以依家英國人咧，英國啊政府咧四出咧就同所有咧重要國家咧係搞個雙邊貿易關係，知唔知啊？咁但係問題人哋唔睬你啊嘛，歐盟咧就唔睬你啊，點解？殺一儆百嘅時候，哇！你離開咗之後有好優厚嘅條件俾你啊，攞翻曬啲嘢嘅時候，咁其他國家話我加你歐盟做咩啊？我哋學英國咯，係咪啊？趁你病攞你命啦！啊，震攝其他啲啊嗰啲歐盟國家咯，嗱、啊、你離開咧，你黑米啊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英國脱歐咧，其實咧係正正式式咧係敲響大英帝國啊，所謂大英帝國嘅喪鐘，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。冇啦，我睇唔到佢有啲咩嘢啊，繼續。